我们老天爷，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可能吃一碗就够了。哇，好爽哦，太冲击了，这香菜味道太猛了，怎么会有这种效果啊？我吃下去你是有啪香菜核弹的感觉。天哪！哇，我们的糕点，请锁定时尚玩家两天一夜购，好吃好玩绝不错过哦。